的朋友来到我们警察学院参观，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。多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警队的支持，我希望借着这个活动，我们的同事不单止可以将警队多元化的工作介绍给你们认识，更加希望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将一些好听的音乐和欢乐带给大家。We love the music of the police band.